爱你。一直以来我拢介意你，子林，恭喜你，终生喜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怎讲的？我无女朋友啊。张应星啊，啊，伊唔是，伊青梅竹马，感情真好，女朋友。你误会啊，伊只是我的老厝边，即马是我的好同事，都干那呢。我对伊一点仔意思拢无啊。一直以来，我介意人干你一个。自大学时阵，伫公车拄着你以后，我都一直介意你到即马。当然是真实的，迄种介意一个人的感觉，连我家己都唔敢相信。对你的心，我唔捌改变过。每一次只要看到你，迄种介意你的心，迄种感觉，都愈来愈深。也毋过，都因为伤过介意你啊。我家己阁无啥物经验，所以我才会甲你愈杀愈远。就参像即届，我本来要等我完成一个大 case， 等我够够有能力，我就要向你正式告白。结果，阁差一点仔，互我家己迫害。啊，毋过。你敢不是上阴星用香花、啊？我甲伊讲，你是要送予伤心爱人。你误会啊，迄花本来就是要送予你的。我只是请阴星替我拣，上了代表我心意的花。毕竟查某囡仔较了解，伊嘛甲我讲，一般的玫瑰花伤过普通，所以伊才替我拣永生花，因为迄是代表永远不变的爱。要不过我感觉你可能不是真介意。无啦，相公啊，相公无介意啊。是卡片顶面写讲送给赵英新小姐啊。我就是讲，你是要送给伊，然后你要跟我讲真重要代志，就是爱我替恁筹备。哎呀，你哪安尼想啦？啊，我知影，一定是英新。老爷名和花店的人叫因送花过来，啊，所以因才安尼写。原来是安尼哦，哎，无怪迄天我去办公室找你时阵，阿姨秘书在暗示我这个代志。哦，陈主任，身体怎么那么大条？你想要倒位去？原来你们是一出门就变成路痴，你在爱情的世界里底嘛是。现在迷路。也不过，你比我勇敢一百倍，一千倍。你敢知影？我哪敢讲？你去河堤公园等我时阵，我心内偌欢喜。迄时阵我心内的感觉就是，我赢得了全世界。